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爽君，这次来到重庆的洋人街拍摄我的一首 MV， 叫做《冲动》。这次呢是翻唱了 Ella 的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翻唱的歌曲。好，这次呢和我一起拍摄的呢是一位好朋友，他的网名叫做新竹田螺，他为我拍摄的这一首 MV， 还坐在一列小小的火车上面感受大自然的风景。好，大家同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新竹田螺的博客和空间，都在我们屏幕上方的网址会显现出来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记不住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屏幕右边的视频说明栏去复制他的空间，一共有五个哦，都可以去看一下新竹田螺的空间，五种不同的风格。也大家呢接下来欣赏我的冲动的 MV 的花絮吧，一起去看一下搞笑的画面。我射到你的哟，我看着风景不一直都能照到你啊，我照着你周围环境噻，我看着这边哈啊，最后一段，哈哈，好搞笑，完成哈。